接下来这首歌呢，虽然有一点小老，但是希望你们有听过。你们有听过《新不了情》吗？有听过《新不了情》吗？哦，好紧张哦。好，《新不了情》。好，那《新不了情》呢，就是那个吉吉已经下台了，现在只有我跟那个 A 举手刘瑞伟。OK，我们要带来这首，小伟带来这首《新不了情》。这个会动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，好的。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
谢谢大家。谢谢，祝你们有一个欢乐的圣诞节。